红眼的时钟讲完了，那接下来剩，我应该剩一些普通的还没讲。可以讲普通的吗？先把最新的讲一讲比较快啊。来，灰枪，这个目前霸王项羽他有是不是？逍遥凌轩啊。对对对，一个白骑士。Sorry。然后等一下，有一个最重要的是，就是骑士，我先把卡一下。哦，但是我的工会真的没办法买，所以我现在只能慢慢练了。宫斗法吗？打一下宫斗。这是谁啊？索尼耶。